你又回到相同的终点了，露西亚。这是我也无法逃离的闭环。沙罗改变不了任何事。那位指挥官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你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个结局。现在牺牲就能解决一切吗？去乌玉柱，看看人类真正要面对的威胁吧。乌玉，那是什么？这里是康斯坦林耶呀！小心，黄金时代也出现一核生物了。你想让灾难提前降临？不，我正在阻止它。阻止？就靠你身后那个不完整的钥匙？还是把它交给我吧，否则我就只能对那位指挥官下手了。该死的还有你，灵炮带行者！去救下那位指挥官，不会阻止你回宿舍间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接下来，我说了，该死的还有你。可你们的钥匙还能用几次？我们绝对不会辜负人类的期待。出发吧，指挥官。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既然如此，就让我来承受这份代价。要有一个人成为那只正确的蝴蝶。
了。